享最近的苏道清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慈天必生公为咱所提供的节目。在咱节目当中，咱所讲的话题，如果那是讲咱的同道，在现场哦，咱那是讲有更加好的吼，咱的意见，或者是讲有灵验的过境，还是咱大家呢在修学当中有较宝贵的哦，咱拢会当打电话带来分享了吼。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66449，我关心的道亲，咱来加空五感恩。啊，若有需要服务，唔免客气，慈天必生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今天是周末啊，伫这呢，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周末快乐。啊，若是有需要服务，唔免客气，慈天必生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咱的道亲拢会当来运用感恩，来咱来听一段非常好听的圣歌。今晚所想听一段非常好听的清净法身佛，未歹，轻松啦吼。今日是拜六，今天呢吼，在咱慈天必生宫的群组，咱的方师姐呢吼，分享了一篇，我觉得很不错啦吼。咱一个阿桑呢，讲我那无 FB 啦吼，阿嘛无入恁的群组。啊，你若无讲文听，我嘛唔知影啊，所以讲咱把这个故事来分享一下哦。讲以前啦吼，有一个人住伫这个吼阴间卡，较早人讲阴间卡咧迷糊，突然间呢看到观世音菩萨拿着一支雨伞，对远远伫遐行过来，那么就真急啦吼，伊讲菩萨啦，菩萨啦，你是要来普度众生呢吼，那么你就带我回来。啊，现在菩萨就跟他回答啊，他说啊，你在阴间卡没压到雨呢，啊，我是在雨的当中呢，在压雨呢，为什么你在阴间卡没雨，还还需要我给你带呢？啊，这个人就回答了吼，他就说啊，虽然吼我在阴间卡吼，啊，在雨中，但是我需要人给我带呢。啊，即嘛，即个观世音菩萨就甲伊讲啊吼，伊讲吼，你
伫银枝卡无雨，啊，我是伫个大雨的当中，为什么你爱我多啦？啊，这个人一个安尼听了，用走的呢，走的，走的这个雨里这个所在吼，甲观世音菩萨呢吼，啊，同款伫个大雨的当中，伊讲啊，我已经吼伫压雨安尼，啊，你是不是会使多我？啊！即个菩萨就甲回答啦，伊讲你伫个河中，啊，我嘛伫河中啦。啊，你伫压河，我嘛伫压河啦。是因为你无扎即个河线，啊，因为我有扎河线，啊，所以可见啦吼，是线来渡我，吼、哦，你无线是应该去找线，唔是我来，唔是吼、哦、来找我。哎、啊，那朋友听个只听有无？观世音菩萨讲，因为我有拿雨伞，啊，你无拿雨伞，所以你秘伫银枝卡嘛。啊，你讲叫我爱甲你躲，你等于恁兜。即马你阁走出来跟我同款的压雨，是因为你无扎伞，啊，我有扎伞，因果伫遮尔，所以你应该去找伞，是雨伞来躲我，唔是我来躲你啦。啊，所以你要找，你就是爱去找一支雨伞来压咧，才袂去有雨压，并唔是来找我。咱这个雨呢吼，有雨伞当然都别压着雨嘛，所以咱爱去准备雨伞，咱唔只唔免花救人。这个话一讲完呢，菩萨呢咻者就无影无踪啊！啊，过了一段时间啦吼，这个人呢，佫拄着困难啊，伊佫行来到这个寺院啦吼，啊来观世音菩萨的面头前。此时呢吼，伊拄行入这个寺院的时阵吼，伊看到一个正在咧求观世音菩萨的人，不过呢，后边的背影呢，却是足神的。足神迄天呢，拿一支雨伞，伊要求伊较多的迄尊菩萨一模一样啦。爱着我，爱着甲问，伊讲：啊，你敢是观世音菩萨吗？菩萨就甲回答啊，伊讲：我正是观世音。那这个人就更加搁较奇怪咯，伊讲。啊！你既然是观世音菩萨，那为什么你还搁咧拜家己呢？这菩萨呢，就微微安尼笑一下，伊讲我甲你同款，我嘛去会去拄着困难事啊，但我知影讲救人不如救己啊。这句话很重用啊！吼，求人不如求己啊！吼。那么这个菩萨就甲讲啊，伊讲所谓天边海角有偏见，唯有勤俭不求人。求人似吞三寸剑，靠人如上九重天啊。但总是还有一挂人呢，执着在神通妙用上，以为可以重复的力量来消除一切，或者救着一切。但是你无了解，学佛呢，唔是求佛。学佛是求自己啊，求自己脚踏实地，实修实练啊。因为佛伊袂当代替咱，佛袂当改变咱的命运，佛只会当甲咱讲改变命运的方法，并唔是一切依赖佛菩萨。所以这个众生呢，就听这个观世音菩萨安尼甲解说啦吼。伊讲我嘛有困难的时阵啊，所以讲我若有困难，我嘛是同款来个求啊，吼、哦。啊，恁人嘛同款啊，人唔是求佛祖来改变你的命运，是因为你爱自己脚踏实地、实修实练，才有得改变自己啊。所以这个菩萨呢，就甲讲一个句啦，伊讲菩萨清凉月，相由毕竟空啊。众生心固静，菩提影现中啦。众生有善根，会感动啦。所以讲，只要你若有善根，机缘啊到，佛应而来嘛。就如经所讲，感知众生应接佛也，就是咧讲众生会当以缘机感动佛，圆满的机缘来感动佛祖，佛以妙啊来应化众生。伊讲如水不上升，月不下降，而一月普现众生，也普现众大众。所以讲，主导的手永远拢是超主宰你家己啦，并非唔是别人。那这个故事就是讲，求人不如求己啊！吼，观世音菩萨嘛，就爱个救伊家己啦！吼，啊，因为伊嘛惊讲啊，众生呢啊，这个业力这么重。有一天呢，吼，唔知当时要叫众生给救来，伊嘛是有困难无解决的时阵，
伊嘛就是爱求啦。从学佛是来求自己，求自己来脚踏实地，实学实修啦。安尼才会当改变命运，并不是讲佛祖会当改变你的命运，改变你的四条，改变你的所有种种一切。伊讲求佛不如求己呀、啊，我感觉有道理啦吼，来甲大家分享哦。现在用的这段清净法生活、啊、真好听的节奏感、啊、有唱的还有诵的，唱诵两仪来跟我们的朋友来结缘、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有特别节目，一定要让我们的道亲知道、啊、就是我们邀请到我们顺阳、啊、我们说顺阳派的传人林志坚老师今天晚上呢、啊驾临慈天必胜宫来讲课，不要错过了哈，唔能错过机会。咱这是无收费的哦，因为咱老师的这个讲课的这个师资费用是咱慈天必胜宫来支付的哈。咱无，咱唔免好讲师兄师姐吼，啊来大家讲扣钱啦吼，咱是慈天必胜宫聘请林志坚老师来，伊的车马费是由慈天必胜宫来支出了哈，所以伫遮免费提供。好的场所，所以人讲慈天必胜宫呢，咱要用多元化的教育啦吼。啊，咱呐如果讲对易经有兴趣，对卦有兴趣，啊，对先天呢有兴趣，那么咱应该咱就来聆听林志坚老师的伊的一场的演讲啦吼，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啦吼。啊，人讲爱扎笔记不爱，把那个笔记簿拿来，然后哦，人讲笔记能干嘛？能够把它记下来，安尼咱唔知我多少，未去又未记哩啦吼。过来就是咱这个礼拜吼，啊，就是咧讲七牛妈生。那七牛妈呢，咱的朋友有的人唔知讲七牛妈是要干那是囡仔尔吗？成年人七月初七多礼拜刚一刚叫做乞巧节啦吼。未婚的人一旦求好姻缘，啊，你要安怎去拜七牛妈？咱会当去买红菇啊粿啦吼，烧红圆啦吼，准备七种无同款的，有粉红色的，有红色的吼，诶贡品啦吼，糖啊啦、水果啦拢会使，吼，准备七种，吼糖啊啦、红菇啊粿啦、圆啊啦吼，啊是粉红色的啦吼，诶拢诶这糖啊啥拢会使。未婚者、离婚呢？咱的查某囝还袂嫁，咱的后生还袂娶，拢会当伫这个七月初七这天，请吼啊，咱的元老甲七娘妈来甲咱牵红线。咱讲七夕吼，都较早咱讲牛郎织女啦吼，牛郎星甲织女星啦吼，这牛郎星吼啊，甲这个织女星要相会，上个早是春秋战国时期啊吼，对这个七夕情人节。啊，是讲乞巧节啦吼，有的人讲吼拜糖啊啦，拜油饭啦，拜米线，拜糖啊，拜油饭，拜米线，这是咧求子嗣哦，是咧求囝。准备七种吼无同款的糖啊、饼啊、水果、花，这是咧求姻缘的吼、
这叫做求姻缘呢。过来就是求讲咱的查某囝也较卡，较卡就讲较聪明，较卡气。哦，那么呢，咱那是要用糖果、油饭、面线，这是咧求啥？求咱的子嗣平安。咱啊，较慢生囡仔吼，啊要生囡仔，也是求子嗣。好、哦，怀孕的啊，求怀孕的都可以啦吼。伫、哦、这个七巧节都可以。好、哦，糖啊，吼、哦、啊，就是讲油饭啦、啊、面线、抽烧的意思。啊，要爱的就是讲这个油饭，就是表示讲拜这个七娘嘛，要求咱的子嗣平安，还是讲啊未生，吼、哦、啊，咱要求会当较紧生囡仔。好、哦，这是伫咱上早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有啊，拜这个牛郎星、甲织女星，就是咱讲七夕七巧啦吼、哦，七巧节。啊，因为咱家拜六，明仔就是礼拜，每双呢无来上节目啦吼。啊，咱若阿未嫁查某囝，也是讲阿未娶的这个吼、哦，这个后生，咱要伫这个七夕吼、哦，咱讲七月七日，即天呢，你要去甲准备七种无同款的红色的、甲粉红啊色的，就是咧求这个贡品呢，就是咧求姻缘啦，求一个好姻缘，或、哦、者、这个姻缘较早成熟咧。好、哦，这是一张准备用这样子方式啊，吼、哦。那么讲，娶阿未生囡仔，咱要用糖啊、油饭、面线，最主要就是要求子嗣啦，吼、哦，求这个子嗣，哦啊嘛，会当甲四大人抽烧的意思，所以伫这甲咱报告一下，吼、哦，好咱呢啊，第一礼拜的时阵，咱会使安尼准备啦，安尼准备拜这个牛郎织女星。吼、哦，唔是跟他讲吼啊，这个情人节啊，大家来吃吃咧，啊是买一个999朵玫瑰，不是哦吼、哦。其实人这较早的典故，吼、哦，咱会当吼用油饭、用面线来甲四大人抽烧啊糖啊，啥这来祈求咱的子嗣平安。吼、哦，要爱子，要求子的拢会使。吼、哦，啊那是要求婚姻呢，都要准备七种红色的，甲粉红色蓝做伙，有七种的糖啊饼。吼、哦，红菇啊粿，吼、哦，会当食的物件贡品啦，吼、哦，安尼来求这个吼、哦、七彩娘娘呢，吼、哦，来给咱塑这个啥好姻缘呐，啊，请啥，请咱的啊，咱的七娘嘛，啊，加咱的元老公吼，啊，来给咱做一个好姻缘，好、哦，这是七巧节啦，吼、哦，给咱的朋友报告啦，吼、哦，啊，咱啊有诶吼。哦无了解吼，拢想讲哦啊，情人节就带来啉啉的食食的吼，啊来去外口佚佗。其实情人节它有它的意义存在啦吼，啊这个意义的存在，啊咱也会晓，咱唔只会晓讲要安怎来拜拜了有应验，你讲是不是呢？来，今日呢要来甲咱的道亲呢播送一对非常好听的母娘的定慧解脱真经。
咱听宝娘的电会解脱真经，听到这有没有有一点点心酸呢、啊？宝娘电会解脱真经，在咱慈天毕生宫咱的女性修丹内底，头一波红烛救劫换青天经，第二波就是咱的宝娘电会解脱真经，后壁也过咱的女咒十六部金丹，过咱的女性修丹秘诀。所以咱这届呢，我咱要印的这个红道印经会，然后，到咱的师姐咧问讲，没上师姐，啊，我都无时间落去，啊，我用寄会使无？红道印经会吼，咱会当用邮政划拨，然后用邮政划拨，吼，咱会当甲写起来。同款，咱用邮政划拨，啊，恁那是咱有，吼，咱的这个。合理美哦，合理税公司呢吼、哦，这个化妆品，你那是讲，咱都有用这个邮政划拨来吼、哦，啊，恁都划拨2000块以上，就是赞助印经了吼、哦。咱会当用慈天毕生功的账号225706442257控六四四，这是咱慈天毕生功的这个账号，就是邮政划拨啦，邮政划拨账号，吼、哦，啊，咱那是你来讲要印经，参加印经，哦，啊，阮对个这个啊，咱合理美啊，咱的化妆公司呢，啊，伊所赞助的吼、哦，咱一套的化妆品，包括保养，包括个 BB 霜啦，都要一套完整，吼、哦，内底有四罐，吼、哦，对洗面洗完了开始，到咱要出门，会当 BB 霜防晒啦，吼、哦，啊，过来就是讲哦。哦，咱内底面所有的这个啊，即个所有的物件，包括咱讲护护咱的皮肤啦吼，啊，过来就是讲皮肤里面哦，咱需要的营养哦，过来就是讲淡斑，内底面，和咱的皮肤毛细孔缩小，过一旦和咱喏，和咱的白阿哥哦，咱讲吼，未暗沉呐、啊，哈、哦，它不会暗沉，抹了迄个面未暗沉。啊、很亮很光的吼，啊，你那是讲用邮政划拨来哦，你要划拨，啊，你划拨过来，阮收到，啊，阮对家你来底，家你写一张感谢状，包括你一套化妆品，阮会直接家你寄过去啊吼。因为最近都咱的孙兄啊，咱的叔仔咧问讲，啊，阮遐远也无时间，啊，敢袂使用寄？可以用寄的吼，因为你来用邮政划拨，啊，你划拨过来了。啊，阮就会加这个啥数据啦吼，啊加这个化妆品啊，做伙给你寄过，啊寄去互相互你啦吼。啊，内底面吼有这个美啦，内底有教咱安怎用啦吼。啊，从哪一瓶开始用，很好用啦吼，真的很棒啦吼。咱也感谢咱合理美生技啊，咱的这个化妆品公司呢，给咱提供的吼。即马数量呢吼，差不多也够近百分。啊，所以咱呢踊跃来吼、哦，咱讲来参加印经，一份有功德啦吼、哦。咱讲印经，予大家来看，吼、哦，过来倒卖相传。第，咱即马即届出版是已经是再版，即马第三版啦吼、哦。咱会阁甲印一寡吼无同款的资料，吼、哦，就是比较呢，对咱即个灵修灵学，也是讲对着咱修学，会当提升阁较悬的赞助，咱会当集思广益啦，阁较好诶。所以呢，吼，啊，咱的道亲，咱要参加红道印经会，那么你就甲笔记起，甲咱就甲这个账号写咧，22570644，吼，22570644，吼，啊，咱呐要随缘结缘啦，吼，哦，要随缘结缘，咱嘛欢迎啦，吼，啊，你呐讲，啊，都要合理美公司呢上这套化妆品，那么咱就是啊，咱有左印2000块。哦，以上咱就送一套化妆品了吼。对于洗面加咱这个完整出门的 BB 霜，和咱抹在面呢，安尼唔惊日头甲咱晒，吼、哦，保护得很好。哦，这一套化妆品，哦，咱啊原价是5800了吼。咱即马就是讲，伊赞助咱的红道印经会，啊，和咱印经会会当呢有经费印搁较济，搁较好的册，甲大家来广结善缘安尼。Thank you.
咱即马咧讲到咱即马七月份的花卉啦吼，咱讲分番，分番请，分番呢是咧钓嘛，咧钓请。但是吼，咱讲咱咧钓拢是咧钓啥物？吼、哦，咱钓啥物款的即个分撇啦吼、哦，像咱有个人讲。高光法师吼、哦，咱内坛就是做幼稚的功德坛，幼稚的功德坛就是讲咱有孝师报恩的吼、哦，这就是咱有写这个报恩人吼、哦，啊，加写地基地基主啦吼，也、哦、是讲咱本人的这超度，也是咱改弯设计的吼，也、哦、是病业的吼，也、哦、是讲因果的这种的这，也是英灵啊功德回向，这种属幼稚的，幼稚就是讲咱写杨氏报恩人，这就叫做幼稚的，咱幼稚的内坛做内坛呢。啊！你内坛做做甲上尾工，咱每一工呢，咱拢早暗供啦，咱拢照三顿供养。吼、哦！啊，咱的经卷上甲上尾工，咱都是一个西方大甘露。那西方大甘露都是开放啥？开放即个男女部分丁将，以及为国官府官区的三军将士啦。吼、哦！啊，甲即所有吼、哦，咱讲一旦呢吼，伫、哦、这个结界内底。啊，咱甲咱母娘吼、哦、有姻缘呢，即所有的灵，伊若知影慈天必生公呢，咱就出蹦了吼、哦。当时伫要功德发挥就是位于咱这个二五、二六、二七，那么天呢，咱是位十七开始啊吼、哦。那么十五，咱是甲三观大地吼、哦，求三观大地开恩嘛吼、哦，地官下罪，祝寿吼，上表，祝寿个听表的听表文，就是咱买吼、哦、报告，就是上天慈悲啦吼。哦啊，五方结界拢知影，就是慈天必生公的功德法会，就伫咱这个农历七月二五、二六、二七，哦，伫要来三应日的这个功德法会。那么呢，咱讲修教，咱讲分番的吊请吼，第一行就咧吊啥？第一招就是咧招请这个帝王后妃啦吼。什么叫做帝王后妃？咱来皇帝这个叫做吊带灵。吊带灵，伊较早捌做过皇帝，又犯唔对啊！吼、哦，啊，内底面即王后即妃，伊嘛犯唔对，啊，伊乃犯唔对，伊嘛是会落即个啥？伊嘛落落咱即马即个四圣六道内底啊！所以讲修教帝王后妃啦，讲繁华时代转眼变，一代换来复一代嘛，教化流世何处去啊？换来蒙灵立顶面呐、啊！所以讲修教就是只王后将相。哦，啊！这王侯将相，第二招呢，即宰官公卿啦吼、哦，就是讲即马得帝王侯妃招了后，过来就宰官公卿，位居三公威权吼。即、哦这个人讲百万人之上吼，爱、哦、讲有权有权力的啦，讲智慧聪锐吼啊。但是呢，肉体下步了后，咱人呢嘛是同款，咱讲公门有时啊，你也讲你也去拄着吼，咱讲吊带。哦，咱大家嘛知影，有知影有足侪奸臣呐，吼、哦，龙官造家啦，吼、哦，啊，那无隋炀帝，伊那会世界遐歹看，吼、哦，啊，他系十八藩王，吼、哦，啊，他尾啊，且他有在东调十八瓦岗，这拢总是哦，所以咱就是讲，宰相公卿位居三公为权，但是呢，到尾啊，伊嘛是会落了安怎，因为杀生伤济嘛，啊，杀生伤济，到尾啊，伊嘛落了在那四生六道。第三就来教这个啥？三教武将文官，文韬武略，定国邦，拜将皇上，应门房嘛。哪地百年封尘土，一世英名存骨头啦。吼、哦，嘛是讲这个文武将官，咱文武将官话咧讲海来海去的，无较早咱头这个啥穆桂英吼、哦，啊这个吼幽灵宝，幽灵宝囝，规个拢是为了战争吼。哦啊，这新妇嘛是为了战争，为了战争，韩丽花嘛为了战争，四丁山吼、哦，这拢是为了战争。所以讲三教武将文官，四教道士佛僧，遁入宫门未得空呐、啊，吼、哦、靠空意念心难空呢、啊，上经千遍又何用呢、啊？今宵欢来得经禅呐、啊。就是咧讲啥，即系所有嘅即系读书啦，吼、哦，啊是讲即系精气啦，遁入空门啊，但是心无空啊，吼、哦，哎呀，嗰是安怎？咱讲身为一个无静、不静嘅即系所有即系读书也好啦，吼、哦，啊，讲要修行正果嘅即系所有，哦，咱讲出家人啦、啊，遁入空门啊，
但是伊还佫会犯唔对，哦，咱伫电视嘛有看到啊，哦，啊，本身呢点盖巴，啊，佫走去咧食牛肉，啊，是讲家己衫裤换换咧，甲世俗人同款，同款去啉烧酒，哦，啊，日时当来服侍，暗时出去外口逍遥啊，这种的，就是讲假道士啦，吼，哦，甲假出家人，这嘛是同款，伊嘛是，到尾也嘛是爱落落四生六道，吼，哦，来做人伊嘛是有艰苦啊。伊嘛是同款有犯罪啦吼。第五招要教啥？教只教书伊只，什么叫做教册？教册老师，教册老师你啊看，人讲教授，教授有嘛话嘛会犯唔对啊？老师嘛会犯唔对啊？教官嘛会犯唔对啊？伊嘛甲同学有诶无诶内底面诶所谓只正式内底安尼乌白坎逃离通报受业苦啊！艺术高超得美名。讲教人教义难教心嘛，医生医术难医己啊，所以讲医生有的人是安怎足啰嗦的，这个人明明就救会活，但是呢，伊确实呢无心，吼、哦、为着家己呢，吼、哦、有的人讲啊，若心情无好，凊彩甲你医医咧，啊，结果迄个人是安怎死的？这个医术唔是无高明，是伊的精神无好，啊是精气神无好，误了这个啥，误了医治。所以这个医生本身嘛，安怎本身嘛犯罪哦，吼、哦，医生本身嘛犯罪。那么教师呢？你那如果讲你是一个老师，但是你无因为是老师做好这学生看，这个老师家己带头犯罪，还是带头做唔对，带头都做错了，这教师伊只，吼、哦，同款的伊嘛犯罪哦。过来第六教啥？教这个命卜相师。也要讲算命的吼，也要讲算命，也要讲摆命盘的吼，这啊也死无会啊，吼，有一讲伊嘛会死啊。啊，你讲这算命的吼，也、啊、是讲这相师吼，伊也要摆啦，但伊也要洞察天机，找地理嘛，卜卦测象吼，伊会当伫车子内去算，冷算、难算也是算嘛。伊讲靠占算计何时休啊？就是咧讲到这啥，这。人讲三一命卜相啦吼，啊，大家拢足牛的，啊，一个比一个佫较深。但是呢，咱去共点化这个地理，你个点地理也好，还是你个相命也好，你个讲你会当改变伊的命运，会当甲改伊的四条，会当换伊的四条。这明明是欺天欺地欺人欺神呐、啊！这甲的甲尾啊，肉体呐下步了后，医院赶快爱大罪，伊嘛是犯罪啊！医生呐，唔是吼。哦医生医术也无够高明，你共接来共开刀共开死，这你嘛是爱大，这你嘛是顶有罪，有罪你会去用夺算，夺算。所以即卖医生先啊，有个人你啊看，介无正经啊吼，安怎无正经？精气神无集中，啊咧看病清清菜菜哦，啊甲你应付应付安尼，吼啊健保凊彩甲你开开予你食，啊五五四，这种个这条罪嘛真重。所以讲六招命相相师，五招教书医者。吼、哦，这医生这你若无一个道德，吼、哦，不管你是中医、西医、什么医啦，或者是讲吼、哦，咱外口咧讲的这，吼、哦，咱讲吼、哦，这有诶古早人讲避风严风这，如果那是唔是会当医人呢？那么呢，你甲卖钱来吃，这有可能会犯得罪啦吼、哦。那么七招呢，你要教什么？第七人都爱教这所有的这啥做产的，吼掠鱼的，讨海掠鱼的，讲一生劳作不暂停，为这三餐总未命啦。等待后时已白发，回首已是魂归天啦。就是咧讲咱这做产人真认真做，无时间通去做功德，嘛无时间通修咱家己啦，吼嘛无时间通去做一挂好事啦。大家拢是安怎？为着过三顿，做个日头，恰人讲日头出，做个日头暗乌顿来困，一世人就是安尼过。无功无功，但是有苦乐啦，但是无得啦，吼、哦、啊无功啊，所以无功分呢，吼、哦、这呢等于讲你来这干净是白落的啦，吼、哦、啊这个分啊，归天的时阵你无功德啊，无功过啊，啊所以你变啊去超生了死，啊这就是爱经过啥？超度啦，吼，经过超度。第八就是来教这个利益高价，就是五湖四海总奔波，四面
八方灯玲珑呢，一口一言都未语，归去转来一切空啦吼。就是讲到做生意的人，吼、哦、在卖物件，吼足够讲的吼、哦，啊讲家呢吼天花乱坠啦吼，无影无只嘛讲，这种啊这嘛是犯罪啦。那么第九就是讲，哦，咱讲溜街菜路，就是咧讲到讲较早的人讲趁食。八大行业，然后八大行业这讲粪胖就顺逍遥卖啦，盲青大家记成空啦，可怜一生花下魂。就是咧讲到花街流行的，即有咧趁食的这，到尾啊呢，伊那是有去讲吼、哦，咱讲影响到别人的家庭啦，去拐到人的查甫人啦，那么下人离家放母放囝，这种啊，这嘛有罪啦。第十招呢，就是流，好讲十招流放七辈，就是咧讲有罪无罪判流放，可怜今生不复还呢。沿路在讨食，这叫花子。想要讲这叫花子，为什么来世间，咱会变成一个乞食？咱今日吼、哦、是一个弱势，吼、哦、咱无在趁钱，也是无六亲眷属好好遗忘，咱变成讲得甲人分，吼、哦、啊这呢嘛是。累世有因果，所以讲你的来到这个世间，变成无依无靠一个可怜的乞食人。真的，你嘛是着安怎？这条魂嘛是着爱来听经闻法，伊才会当将这个累世因果呢吼来改安怎下毒，伊才有机会过来出世，搁较好诶。那么呢，这个吼、哦、十一招呢，吼、哦、就是咧讲着啥？讲着讲咱呢怀着母，怀着这个胎儿啦。吼、哦，有意无意啦，吼、哦，吼、哦，今仔日呢，咱都无迄个因缘甲生落来，这种诶，吼、哦，就是讲堕胎的，吼、哦，堕胎嘛是，咱即嘛，所以咱来讲，即嘛爱去甲英灵咧回事咧，爱甲英灵求忏悔，吼、哦，咱有甲囡仔提掉，这囡仔要来互你出世，伊绝对有因缘的咧，伊要来互你出世，你甲提掉，吼、哦，真呢，这。换咱家己本身亏欠到这个囡仔灵英灵，所以咱爱去求忏悔。十二招是讲吼，咱自欲身亡的，就讲自杀的啦、烧炭的啦，这吼、哦、生命可贵呢，吼、哦，但是呢命当一时呢，唔过父母心疼，吼、哦，这就叫做不义不体不孝人。你那是讲吼，啊，就为着感情咧跳袂过啦，吼，啊来自杀啦，吼，为着什么款的逆境咧想袂开去自杀咧，这种感觉爱掉，爱掉啦，喏，要那无一世自杀，爱七世哦、喔，七世拢爱感觉自杀，啊，所以讲这个魂呢也真辛苦啦，吼，一直伫咧搏，一直伫咧演这个自杀的这局啦，啊，演七遍七世，啊，咱。那如果讲甲钓伊来听经闻法，互伊知影好对伊的父母忏悔，互伊知影讲伊安尼做唔对，伊就会当断了这个因果，然后断了这个因果。啊，所以人讲要教啊，这个畜生啦，吼，六道啦，吼，所教来这所有杀生害命，这所有种种，这拢是啥？分番车。婚婚车就是咧吊车坐啦吼，吊车坐，吼冤亲债主啦吼，冤冤相对何时了？冤冤痴痴几时休啦？今朝南门经禅放下三毒顶天门，就是咧讲教这个冤亲债主啦。众魂难度也得多嘛，众魂难拨也得拨，招来人间鬼啦，吼入单开门经里行殿呐。这就是咧讲这个大机婚婚在请的时阵，就是咧请这所谓灵。啊，即个冤亲债主啦吼，噶这是属于啥？做西方大甘露的时阵，叫做招请、招婚欢，就是婚欢请，就请这个。那么内段功德段呢，就是咱有主，就是做咱历代祖先啦吼，做冤亲债主啦，还是做咱的英灵啦，做咱的地基主，这是伫内段。内段噶外口做西方大甘露，做三归九戒，完全不一样啦吼啊，所以。咱来讲哦，咱的道亲知影讲，咱今日咱做有主的，伫内段听经听两工半，所谓这个经典经忏，后半工就礼拜一工就伫咱的七月二七中道西方大甘露，咱的分番调请都是拄只梅香所讲的这拢总是啥？伊爱来听经闻法，吼、哦，伊爱来皈依，伊才有法度脱离开苦处。伊才有法度安怎灵界提升啦，嘛是等于咱母娘咧讲啊，招贤
娇贤灵嘛是贤哦，灵因有因缘有资格，伊嘛会当呐得到娇贤纳书，伊嘛会当有灵格，伊本身嘛有乐位啦。哦，所以人讲听经闻法得到利苦得乐安尼。三宝娘这部《定慧解脱真经》上到完要30分钟，然后多一部要30分钟才上得完。咱今嘛听是听后边段哦。现在若庙金片主豁达诸行彼岸来，普度莲华性慧开，香魂万类应摇台，温馨精微人目色，境中何处觅行踪，修真混俗好头功，缘集缘合风集风，心心考验皆清净，我心尚不灭，尚处真闻时，尚住三宝中。当以结怀时，真结并后业，愿我心自在，养基一地洒尘埃，先天真水雪灵台。三教圣真住真传，何道高圣摄玄机啦？印证三教圣真偈。所以我们的母娘说，宽和坚韧，宽怀俗世严律己，和气顺畅调态色，坚持宗旨不磨练，忍食不能定如意。生活质量呢，取决于咱人每一个人的态度啦，日日爱关照咱自心，事事以心转境。为什么咱会活得这么苦呢？咱今天为什么活得这么辛苦，活得这么忝？执着离别是本心啊，心佛不在天上，也不在灵山，依旧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学道学放下，学道学为人啊。道法并不是讲要爱高深莫测，道法乃是真无为有处有还无嘛，所以说不对立乃就是尊重他人啦。这个真修书啦，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要轻松自在呀。
哎，师父来说呀，看你看你，道家以虚无其心，养虚无之丹，不是无形而无相啊，不是无形而有相，亦不是有相而无形，此中真巧，不是三言两语文字解的。学道人思想破团相啊，自家一步一步依法行持，细细向自家身上勘验啊，方识得其中消息。我言显变之门，其实显门就是离门，变门就是坎坷。师父跟我们的同道众生来说坎离啊，其实显入离门，变就是坎坷，为将离之真因下降，坎将真阳上升，两两相会以中弘正位啊，久久久应成一气。即离之中自喷玉泪，坎之中自吐金英，玉泪金英亦非实有其物啊。不过言坎离高高，心心两态，眼中有地主之光啊，内心有无境之处，如金玉之清润甜蜜，无可测之纯啊。也就是说坎离当中呢，是以时时调停内心，周边运用，即内之气神难以交合，显红也就是说阳将坎坷灰啊，是地天地无功以日月为功，人心无用以水火为用，天地无日月，天地一事物而已啊，人心无水火，人心一事故，日月者天地之精神啊，人心之元气啊，水灵交汇以中，即内之元气加外之呼吸，以为修炼，树立各己个别，救即汇吹一团啊。师父安尼讲，我相信咱众生有缘感官是无啥啥听无啦。但是呢，那听咱讲要依戒练真药，那用处处下功夫啊，也就是讲可以调温之功法啊，哦，胎色生，元神出，又再加进会退伏，莫益。运用之功，自有先天一点真阳啊，灵光现象以之为药，可以驱除一心邪思，以为之丹，可以生如来之法相，物妄妙何及？啊，就是处处用功夫，啊，要安怎调？要安怎停？一气生胎色。使用中间设定炉啊，是对安炉立鼎，就是咧讲有丹，一患丹意，不但无意通灵，以致疾病延年呐。若有不灵者，总是先病相交，元红相会啊，无非就是要扫尽阴气，夺落阳光，犹如青天白日。方是坎离到真阳现啊，有一颗昏怠之心，则阴气未消；有一点散乱之心，则阳神未怒。有不可为顺阳，有不可为阳顺。我们人有一分阴未化，则不可以生身。你做道好叫顺阳啊，足见。阴阳相伴者，凡夫也；阴气冲生者，恶
鬼呀、啊，阳气充满着天仙呀、啊，亦所以阳阴互用，气阴尊阳，人处不功夫气得。那众生就爱气欲尊神，然而至于无殊无如之后，生生不灭，了了相明。天人一定现前，为我一心主宰，内不见有物，外不随物转，这是金玉带环之境强，小有一念未敌啊，尚不免有凡尘之类啊。生定要知修行大觉，离不得慢慢气欲尊行，学君子心独之功夫啊。呀哎呀，师父讲虚无之无念的意思啦，咱咧讲虚无就是咧之无念，意识思维的活动相对静止为本体啊，眼眼不识物，耳不听声，鼻不辨气，舌不知味，神受依赖。性命金丹之道，简而不繁啊，简单无真繁杂啦、啊。以虚无为体，以清净为用，又足以成其事，无为以成其中，将修至尾，并无高远难行之事啊。所以讲真因在哪里啊，就是虚极静独之时，以随味随之节，唯有一灵独药而无染者，此灵为真因。中弘正位，就人有中弘为丹篇，中言其位，方言其色，其名为中弘北极，是北方重要会处，又称为中宫，也就是咱咧讲的黄庭玄彬。先天一气，玄关一窍，至善之所，温集扩张，呼吸尽在意识，行住坐卧，皆当注意。不过事已离，以保养和气，深藏其精。呀，显红呢？何以显红？即天地太和之精气。天红红之精神日月，讲日主时德，月主时光啊，月修日化，所以体不顺，阴得阳做所地，日为阳中阴，月为阴中阳啊，坎离之强，月照日而生光，坎得离中一阳所地，人以两目为日月。目光日照以外，也合以内，以天地日月相应。那么日月照临天地之间，敢唔是呢？咱就会当回光返照以心内，岂有不善金丹之理呀、啊？那么水火呢？咱讲天一生水呀、啊，落在北方太阴之中，阴中中阳，地二生火。上炎生在南方太阳之中，阳中藏阴，水为阴，火为阳，水火变化，有阴阳之协调，如天以日月为水火，亦以坎离为水火，闪以定慧为水火，圣人以明论为水火，医道以心神为水火，丹道以神气为水火，水火聚集结成金丹，那就是咱咧讲进火退伏。伫这个周易内底面，讲离干坎生，干焦困暴，元阳初动，顺主主时呀。以进阳火，因呢就是阳入阴分，顺处五时；以退阴伏，就是主时开始。透阴卯，神气阳气随时而生。
这就是叫做晋阳火候，再将午时微心又损害，阴气随时而生，是为退阴符号。那么师父今天所讲就讲到这。来，咱今日周末了哈，因阿母林志坚老师的讲课哦，欢迎咱的道亲的光临慈天必胜宫，咱直接祝大家周末快乐，再见，拜拜。